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们更加关注生活品质的提高，还有睡眠品质的改善。良好的睡眠不光光是对身体上带来健康，对于精神上也带来满足的愉悦感。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，大部分的上班族都是肩膀僵硬，腰部酸痛是在所难免的。即使是躺在床上了，这种疲惫感也不曾减退。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？10月23日周一晚间天下新闻当中，怎么睡最健康专题报道，一起探讨怎么睡最健康。